大爪鱼，抓紧最后的时期去吃它吧，再过段时间啊，它家就没大米了。哎呦，有点烫。嗯，夜明珠，呵呵，它的大米，哎，特别多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一口下去啊，它就是一个海洋。哎，嗯。嗯，太过瘾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迷你八爪鱼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这一包呀是半斤，你看，我的天，哎，这满满一大碗，我的天，都装不下了。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了。咱家的迷你八爪鱼啊，有点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的，回家沾点一下即可食用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得到。嘿嘿。很多粉丝啊，天天和我抬杠，说啊，这个是他的奥利给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他的糕，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海参的精华所在，嗯，再给你们弄个清楚一点的。回家呀，给宝宝做个辅食或者清蒸吃啊，特别好吃。嗯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呢。嗯，真好，嘿嘿，吃完就不用睡觉那种，被我撕碎了，小胖子。嗯，太香了，咱家生蚝啊个个都是这种满壳的小胖子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一斤是5个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9十斤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你看看，嗯，啊，老鲜了。这个季节海鲜也是少不了的。哎呀，两个脚都被撬开了。你看看，这时候海鲜啊，膏呀特别的香，特别的鲜。嗯，你呀，千万别误会，这里面的不是它的奥利给，这里面啊是它的膏。回家呀，给宝宝做个辅食。如果说你想吃原味的，直接清蒸特别好吃。嗯，当然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呢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吃个石头蟹，这蟹子，石头蟹，现在呀特别肥。哎呦，哎呦，带膏了啊，带膏了。嗯。有没有高？哎呦，真肥啊，这个小蟹子！哎呦，红红的膏啊！哎呀，这个蟹子真鲜，真美！真爽，小八爪，哎，打你个头！嗯啊，小不小，货足啊！您看看，最后的八爪鱼的大米了，往后啊就难吃的了。嗯，太香。嗯，哥哥哥，我天天看你吃八爪鱼，我都馋死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的呀？哼，妹子，别着急。想吃八爪鱼啊，简单，您看一下。如果说你喜欢吃海鲜又不会做海鲜，您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。哎，你看看，我的天，这满满一大包，一大碗啊，都快装不下了。一家人啊，足够吃，都是去过牙齿、去过内脏的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得到。这海鲜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咋了，这个脚咋就这么小呢？但是啊，咱不管它。咱们继续吃。哎呀嘿，看到里面的膏了没有？咱们啊都吃这里面的膏，特别香。
哎呀，这个肥呀，这里面褐色就是它的膏，特别香。你看满满的膏，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得到。哎呀，真的太香了，回家啊还可以给宝宝做个辅食。哎，终于熟了。哎呀，一天呀都不能落了它，嘿嘿，这大米好，这段时间啊，八爪鱼还能带大米，再过段时间啊，它就没了，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太香！所以啊，想吃八爪鱼的朋友啊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都是啊去过牙齿、去过内脏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你看一下，我的妈，这满满的一包都装不下了，我的天，味道呀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你呀来上一家尝尝。好久没吃八爪鱼了，哎呀，墨汁都出来了，嘿嘿，弹你，哇，有点烫，好，你这大米，太烫了，哎呀，都炸出花来了，嘿嘿，你看我烫，特别香。有些朋友啊，他呀喜欢吃八爪鱼，但是啊不会做。你看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呀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啊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我的天，哎呀，你看这满满一大碗，我的天都装不下了，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您来上一单尝尝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表哥最近啊想吃生蚝，表哥你看咱家的生蚝呀，个个都是这种满开的小胖子，一斤啊是五个，回家冷水下锅煮个两三分钟即可出锅。哎呀妈呀，老香了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9十斤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来点汤，赞。你喜欢吃哪一种螺？猫眼螺、海螺，你喜欢吃哪一个？我替你们尝尝海螺。我去断了，你出来，我的天，你看这个高，海螺呀比猫眼螺的肉更嫩一点，但是啊它这些东西啊咱们都不能吃，苦胆呀、肝呀都给它去掉，剩下的大肉啊才能吃。这个是猫眼螺，它呀没有苦胆，没有内脏，直接可以吃。真香。胖的海星，这个海星有点太胖了，您自己看啊，小胖子，来看看它里面的膏怎么样。那胖海星它就是肥呀，回家呀给宝宝做个辅食，或者说清蒸起来特别的香。真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
都有。小迷你，哎，打你个头！你看看，你看看这大米，都是大的籽，一口一个海洋。没点上。还有墨汁。看一下。朋友，如果你喜欢吃八爪鱼，又不会做八爪鱼，你看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就是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的。哎呀，你看，我的天，这一包，啊，是半斤，一家人啊，不够吃了。味道啊，鲜香麻辣，肉质啊，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。嘿嘿。